庭舞蹈团，可以说是我们嘉义地区呢培育舞蹈人才的摇篮。接下来我们要非常感谢南华大学的热舞社，创设至今6年的时间，每一届呢都是由学长姐授课传承下去，表演的所有的排舞呢都是由社团干部亲自编排完成。那么在第四届跟第五届的干部团名是 Dance Warriors and Hot Soul， 就希望可以像战士一样抱持着热血的精神，把喜爱舞蹈的心情传达给每个观赏者。我们在这里呢邀请大家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南华大学热舞社。Rock, Ella, and Sleeps, July 7th, Beijing.